我今天我准备好看看。以后我这个是 prototype， 对不对哈、嗯？我们以后是从这边，哦，就不是这个样子。嗯嗯嗯。因为这是第一台，好的，好。以后就不是，绝对不是从这边的了，好，以后是从这边按，哦，它就这样子的，油压的，就会有油压。这台个无声音。所以 Amy 就说，嗯，这样都没声音。你有听到那个动的声音？嗯，在脱盖。给你看说这个已经到了三分，是没有问题的哦，声音各方面都可以的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就看他，因为你只要离心，他通常来讲，他五分钟是绝对够了，他那个雪球雪箱都已经是分离了。这个声音很小，这个声音不大，哦，蛮出乎我意外的。哦，因为这个分贝，我们用那个分贝来讲是距离100公分，哦，我们的分贝是多少？60。我们的标准是60-68以下。哦。好吗？这个就是移开了。就是他。